好吃。在做什么呢？做菜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做菜？给谁做？给我做啊。哎，我来帮忙。哎，你可千万别帮倒忙，你的厨艺我可不敢恭维，忘了上次了。你快出去吧，在这干嘛？那你记得别放辣啊，我不吃辣的。什么别放辣？哦，对了，以后呢，我需要你帮我采购一些东西，记住，蔬菜全部都要有机的。哦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饿，从昨天晚上一直饿到现在。这么小气，不就一碗泡面吗？这样吧，作为对你的赔偿，今天随便采购，想买多少买多少。真的？嗯。老板，不就一碗泡面吗？我怎么是那么小气的人呢？你以后只要想吃，你就随时告诉我，我随时给你煮。哼，接下来就是我的主场。Go！ 在路上接机地，虽然苏西还要说那是酒杯你吸引，那场零点收益，那次大意之心，那封没记住的。就是这辆车经常在酒庄门口徘徊，你们要多留心呢。我看看。哎，什么味儿这么香？大老远就闻到香味儿了，快尝尝。嗯，好吃。跟我记忆中的味道好像，我小时候妈妈做这道菜就这个味道。喝点柠檬水，解腻的。圆圆，这一点都不腻，但这个菜跟我店里的口味好像不一样，唤起了我好多美好的记忆。可能是因为你从小在国外长大吧，你吃的中国菜都是国外本土化的中国菜，没有中国菜的精髓。我从小就爱吃这道菜，但是我真的好久没吃到过这么熟悉的味道了。哎，圆圆，我有个请求，我想拜你为师，就学你这道宫保鸡丁。啊，好啊。嗯，宴为定。你先吃吧。